那没抓回来的时候，睡都不能睡，睡不好觉。养了很久了哈。是啊，有感情啊。那肯定的。给这个鸵鸟的巨大冲击力撞死弯了。它多小的时候呀？惊吓突然的逃走啊！场主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去抓它，而且呢，在奔跑的途中呢，这只鸵鸟的脚还受伤了，可把它场主心疼坏了，睡不着觉，养了很久了哈。是啊。快